今天早啊，今天7:35到火车站，现在走路去学校。今天 Emily 开车到带我到火车站，她也要坐火车。今天不用跑着去，我今天走路过去就行了。8:30上课，今天还早，还有一个小时，我就来这个广场上转一转。8点钟应该开门。对面呢就是 UTS。这边呢都是，这里有个咖啡店。这个 UTS 是一个大学，好像是建筑大学吧。UTS 我之前那边写的是建筑大学吧。这边也是，过马路对面去。我要今天早上两堂课啊，8:30到11:20啊，一节课80分钟。现在呢下课了，现在我去火车站坐车去一个商场，没去过，导航导出来的，随便点了个商场，我去那边买衣服，还有吃午饭。澳大利亚政府大楼这里哦，然后政府大楼那个火车站下车，穿过了商场，然后来到了这个最热闹的这条街上，这个商业街上，带大家看一下。我导航了，导航过来的，谷歌 Map 过来的啊、哦，看到没有？Peter Street Mall，Peter Street Mall。我们学校下个星期周五晚上有那个 party， 然后每个人都要穿白色的 T 恤。我现在去商场买个白色的 T 恤，然后肚子饿了，我现在要吃午饭。我现在每天早上3片吐司、面包、一杯咖啡、牛奶。到10点多就饿了，现在都12点了。City， 我刚刚从 Mid City 出来的。哇，这边有表演。我是从这栋房子里面走的，地铁站里走出来的啊。Town Hall， 这里有街头表演，看看。I love this movie.